在维和防暴队当中，我们知道你和王一博、钟楚曦和张哲瀚一起合作，对，能不能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他们几个？酷。然后哲瀚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，而且性格非常好，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，他是性格非常好的一个人。嗯。